特侦组侦办行政院前秘书长林义士涉贪案，今天第三度约谈林义士的妻子彭爱佳，经过长达11小时的侦讯之后，今晚以他涉嫌3项罪名，将他由证人改列被告，认定无羁押必要，谕令以100万元交保。特侦组查出林义士母亲沈若兰出租疑似放黑钱的保管箱是彭爱佳所租，特侦组陪彭爱佳回银行取回保险箱，傍晚再回到特侦组，警方认定彭爱佳犯有藏匿贪污所得财物、寄藏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以及隐匿刑事罪证，将他由证人改列被告。